大家，我是碧池鸭子。我不知道这个收音这样状态好不好，不过鸭子应该也是直接放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现在要前往这个台东的资本 Seven Eleven， 我们要去玩嘎欧类。鸭子现在是开车过去了，他应该是这个鸭子新开的这个频道，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企划，会一直持续做下去，就是300元为一个单位啊，就是鸭子只要有出门，我们就打300块这样子的嘎欧类。也就是10道，那看这10道里面可以拿到些什么卡，就当作是一次的回合结束这样。不过基本上每天最多我们就玩300块，当然如果有特殊状况哦，比如说我们刚好打到12点过凌晨，那过凌晨的话，歪掉了，过凌晨的话，那就代表说我们可以再打300，所以如果这个合集做得漂亮的话，可能就会有600块。对对对，那因为鸭子已经全图鉴了，所以现在打的部分呢都是纯粹是解手痒的，大家也不要觉得说，鸭子一定要打到什么好卡，或者是有什么奇怪的东西，我一定会把它打下来，没有。所以就是300块，然后我们看到最后结算会是打到些什么，就要这样子，大概就这样了，然后迎接第二弹的来临吧。我们到了，然后鸭子非常熟悉的又吓到了一只狗狗，非常熟悉的状啊。完蛋 GG， 我看它是暗的，那应该是没卡了吧。对，好残忍啊，它居然没卡了。结果鸭子现在已经在回程的路上了，然后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我发现那里没卡，然后呢，我就想说，那不然吃个宵夜好了，所以我就拿了个热狗什么有的阿里阿扎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去结账的时候才发现，原来我没有带钱包，所以我现在又要回家里去拿钱包，然后再来一趟，搞不好我就把卡补好了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补啊？等一下顺便问一下，有可能是礼拜三吧。我今天好像有听到有人说是礼拜三会有补卡的动作，但不知道是不是每一间 Seven 都是一样。期待一下，所以我们现在先回去。那个钱包，傻眼哦！我真的是很太刷身了，忘动。我们到了，回来刚刚的 Seven Eleven， 拿我们的吃的东西。刚说的小黑狗就是它，那这是我们的宵夜。呵呵，好了，酒足饭饱，我们现在要回去了，傻眼。虽然今天没有打到那个嘎欧类了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因为。那个有效的情报指出，就是我们刚刚问那个店员小姐，她是说六号就会补卡了。那六号以后，鸭子再来看看，我们这一系列再来想办法把它做下去，好不好？怎么会知道呢？第一天就直接腰斩了。然后回去的话，把这篇影片剪一剪上传。OK， 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下一回再见了，各位，拜拜。